我在家里，在家里啊。这怎么回事？离婚了？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离了？那为什么？不给你做饭。下班了呀，没饭吃。衣服也不给洗。家也不收拾。孩子也不管。这东西离了，对呀，趁早赶快离。要他干什么呀？那没用，就这样老婆能要吗？怎么？工资一开，他立马就拿去了。那你不会不给他？你说谁？说谁呢？你打电话，跟朋友打电话呢。公司立马就拿去，完出去逛街。马上就花了，又是买衣服，又买戒指什么的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朋友打电话呢。你不能好好说吗？人家都是劝和不劝分，你在干什么？看你那个打电话呢，喂，就这样式，我告诉你，离就完全对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应该叫他回炉重造啊！这什么玩意儿你呢？还怎么还打麻将？没事偷偷跑出去打麻将？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？离得太好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事还揍你啊？揍你揍他呀？还是不敢？怎么你要反抗？怎么他老兴奋了？那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那个打电话嘛，这朋友，给你打电话啊？那怎么你反抗他吧？他老兴奋，往死里打，啊，还揪你头发，往墙上撞，就你说叫下谁？边，你说谁？你说谁呢？没，我朋友，离了完之后，那财产上是怎么分？房子归你，孩子也归你，那存款呢？也给你，这不才净身出户吗？好，这太好了！不行，就自己去想去吧，叫他。对，那真是，那女的不有事吗？再找啊！你说谁呢？你给谁打电话？哪有电话？你在这自言自语呢？挂了，给谁打电话？没朋友挂了。你是说我呢吧？没，净身出户啊，还财产都得给你留下啊，还得再找一个，你说是不是说我呢？没打电话，啊，我打电话，你美了呗？到时候真有那一天离婚的话，让你净身出户，还有我净身出户，你给我滚吧你！